对，呃，有受之后呢，有爱取，爱取就是懒惰心心不舍，视为坏苦。啊，心心不舍、哦、就是说，遇到这个苦呢，一直去执它，执受它，执受它。啊、哦，所以有的人苦了之后，他一直执着执着这个苦。啊、哦，那么就心心不舍，视为坏苦。啊、哦，最后说三界一切苦地。啊、哦，三界一切都是苦地。啊、哦。 所以前面说苦苦苦嘛，啊，众生都是苦苦苦啊。那么这个是坏苦，我们看后面的注解，呃，两百零七页最后一行，啊，他说行苦下面说因于境缘逼者，啊，复生觉观，因为境界来逼迫，啊，压迫呢，所以我们又产生觉观。 就好像斧头这个着石火，着就是砍，就好像我们砍石头，它会产生火花。境界逼迫我们身体，我们就产生种种的念头啊。所以说，念念生灭，不稍停住啊。两百零八页，就是说我们执着这个身啊，身体一直变化，我们呢就念念就产生念头啊。 所以，我们这个经论里面说，像《楞严经》说，这个前尘分别影像，就是我们以攀缘心为自信啊，就是以妄想啊，前尘虚妄相想呢，当作自心。什么叫做前尘虚妄相想呢？就是说前面的境界呢，落下的影像呢，我们当作那是我的心啊。比如说这里说的身呢。 一直不断的变化，境界一直变，境界来压迫我们，就好像这个斧头砍石头，那么砍一下就产生一个火花。也就是说，境界逼迫我们的身体的时候，我们就动一个念头啊。那么为什么一直动念呢？所以我们从小到大，身体的感觉啊不一样啊，就像《论语》里面这个孔子说啊，这个少年的时候呢，对不对？ 啊，戒之在色，哦、啊，戒之在斗。老年的时候，戒之在得，啊，对不对？执着嘛。那么，所以年轻的时候执着的时候是名利，啊，是欲望，啊。年中的时候呢，啊，就执着这个权势；老的时候呢，就执着这个子孙财产。那么，人呢，一生当中念念都在变化，随境界来变。境界是怎样，我们就想怎样。 啊，所以这个叫做前程虚望向想，啊，也就是说念念生灭不稍停住，我们的念头一直把变化，啊，两百零八页说生体有善坏转变，啊，身体既然它有善坏转变，身体就是在老啊，在病，那么它转变，那么其事入于坏缘之中，啊。 那么这个心事啊，也跟随着这个身的化缘之中啊，随此缘之若极若善，辛苦辛劳、啊，啊，就是说身体啊，今天觉得很快乐啊，叫做吉啊；啊，今天不快乐啊，叫做善；啊，今天很烦恼，烦恼呢也是吉啊；啊，现在烦恼的境界没有了，现在有痛啊，牙痛来得及。 那么痛一两个月，结果就没有了，就散掉。那么心就是随着这些啊，身心一直变化，所以辛苦辛恼啊,啊。所以这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这个楞严经说这个攀缘呢，影像以为自心啊。什么叫做攀缘影像以为自心？以为那个牙痛、肚子痛啊，就是我啊，所以。 就像人生病的时候啊，一个病人啊，都要解释啊，解释说哦，我怎样怎样怎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像我最近呢、啊，就是叫什么扫兴啊，对不对？扫兴，如果人家问我扫兴，我要再回答我为什么扫兴，不是更糟糕吗？不是更糟糕吗？ 但是呢，我们呢，人呢，就是会把这个境界当做是真的啊。比如说病人呢、啊，他就觉得说，哦，我这里病那里痛啊，这样子呢，呃，这里不舒服，然后就觉得说，这个就是我啊。所以楞严经说，把影像当做自己的心。什么叫做影像？就是牙痛、肚子痛，我今天生气，我今天恨，我今天嫉妒，我今天喜欢，我今天需要。 那么那个都是影像啊，当做自心呐啊,啊，所以这个不是自心啊，因为不是，所以辛苦心劳、啊。然后呢，而领受之念仍于后，圆满着心心不舍，视为坏苦啊。领受就是执受啊，之念仍于后，这个人呢啊，叫做因循或者是阴循，阴循在后面。 好、哦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有辛苦、辛劳，然后现在又领受。比如说，我今天被人家骂，我很烦恼，烦恼的时候回来啊、哦，就讲给家里的人听，对不对？如果在家里烦恼，就讲给公司的同事听，对不对？如果老婆被老公骂，就会去讲给妈妈听，对不对？那么，因为呢，因为有领受嘛。 啊，领受了之后，辛苦辛劳之后就领受，领受就是把它领纳在心里啊。我们现在说放在心上啊。现在有苦了，有恼了，就把它放在心上啊。所以有以前的祖师大的说，我们不要把烦恼放在心上。今天过去，今天的恩怨、痛苦、烦恼，到了明天都没有了。 对不对？明天天一亮，不要再讲昨天怎样，这些是非恩怨啊。当然呢，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啊。有的人呢、啊，到了一辈子到老的时候，还是在讲从前怎样怎样，以前婆婆对他多不好，以前小叔怎样，以前大伯怎样，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件事情。那是我们学佛要念到说啊。 今年不要说今天、明天就忘，至少去年的事情，今年不要再执着啊！年轻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一个学佛的人，怪说年轻的时候，爸爸呢不顾家，妈妈呢又不啊又不照顾小孩，那么到老的时候，我们一个佛教徒做一种弃养，向世间人说弃养，所以说。 啊，那个爸爸从以前呢、啊、就喜欢呢这样子到处去这个啊去游乐啊哈、啊、不顾家庭啊，或者是个妈妈呢啊又去外遇，所以因此我觉得我看不起这个爸爸妈妈，我把他恨在心里面。有一天呢需要我们呢，就时候就想说以前他也没照顾我，为什么我要照顾他啊？那么这个叫做记恨，对不对？佛教徒不能这样子记恨呢、啊。 对不对？我们应该想说，一切众生，我们发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哪有在恨说以前爸爸就算对我不好，兄弟对我们不好啊，这个亲戚对我们不好，但是今天他有苦，如果我们有能力就要去做啊，这个就叫做记恨嘛。记恨就是放在心里面了、啊，所以我们不要放在心里面。如果我们的仇人明天有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， 当然，我们呢不是马上就能够做得到，我们要要渐渐呢学习说，昨天的事不要再放在今天的心上面。啊、哦，这里就是辛苦辛劳而领受之念仍于后，就说我们领纳的心呢就会跟随在后面。啊、哦，所以我们不要把过去的仇恨、恩怨，啊、哦，一直累积。 累积之后呢，就会变成啊，我们在每次法会的时候，大家都要超度冤亲债主，对不对？冤亲债主怎么形成的？就是自己形成的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过去对他不好，所以今天他来报仇啊。我们过去陷害人家，所以今天呢、啊，他来害我们，对不对？就好像我说，我、哦、为什么没有声音？可能过去勒人家脖子啊。 榨取保险金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现在没事的声音呢就沙哑、哦、那么就是自自己造的啊、哦，所以这个就是果报嘛啊、哦。所以这里说领受，我们应该要学习说，我们不要把恨呢放在心里面，不要把嗔心放在心里面，不要把烦恼放在心里面，这样我们才会一天一天的清净嘛。 才会改变啊、哦！不要说佛教徒一开口啊、哦，就是说哦以前的事情如何如何这些种种的恩怨啊、哦，或者是佛教徒大家在佛门里面，不要再互相的啊、哦、这个影响啊、哦、别人的道业啊、哦，影响别人道业比较好听啊，讲互相伤害比较难听啊，对不对哈、哦？互相伤害就比较难听了、啊。 啊，互相伤害就是说啊，你说我，我说你啊，你讲话不客气，我讲话也没礼貌，那么这样就是变成互相伤害啊，互相伤害也就是互相影响到业了啊，所以要观察自己的身口意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之前讲过，菩萨要不施，要爱语四色法嘛，柔软语啊，所以应该菩萨要学。 不要讲坏话，不要讲那种绝对话。有的人说：“另办的。”你说、啊：“你不会啦，啊，你这个怎样怎样怎样，啊，习惯习惯的口气，菩萨呢不能用这样子的口气了啊。所以这个要学。所以呢，领受之念人于后啊。所以我现在我也在学，学说今天的烦恼，明天就不要再想了。 明天就不要再想，今天有什么事情啊？烦恼明天再想，然后再学说啊，上午有什么事，下午就不要再讲，啊，烦恼过去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看，能不能有一天看到呢？转头就忘记了，啊，这样更好了啊！如果进一步的看到当下就没看到，没什么感觉，啊，这样是更好哦、啊，知道他他就是没有实性啊，就像我们刚刚说。 忍住先忍，被割到就割到了嘛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在当下呢，他就没有没有那种我相人相啊，所以下面这里说，而领受之念人于后，人就是追随依循在后，然后原懒着心心不舍啊，所以懒着就是爱取爱取啊，所以前面说畜受爱取啊。 那心心不舍就会有了。我们十二因缘里面说六入，对不对？然后处六入缘处处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啊，心心不舍就会有，就继续来轮回了，啊，继续来轮回，啊，视为坏苦，啊，那么坏苦就是说我们因为执着在这里，所以它整个。 好，变化的过程呢，我们的心呢，随着身跟境界它变化的过程，我们一直在受苦啊。所以行苦是最开始的时候，这个身世而没有新的烦恼。那么再来就是苦苦，就是心结烦恼。再来坏苦，就是说它整个一段的变化缘起呢，我们全部都跟着它一起受苦。 啊，这叫做坏苦啊。那么这是三种苦啦，啊。最后说此名三界一切苦地也。那么这个叫做三界一切的苦地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前面讲的苦地啊。那我们再翻回来，再讲这个极地啊。他说苦地就是说菩萨哈、啊、看到众生这样苦。 所以就开示众生，说一切都是事作事受，心作心受啊、哦。所以我们刚才说，我们遇到这个苦呢，就是当作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啊、哦。我们要相信一切都是业感缘起啊、哦。苦不是谁给我们，是我们自己给啊、哦。所以要忏悔，要忍耐，还要接受啊、哦，乃至要感恩。 人家帮我消业障，对不对啊？就像以前广清老和尚开示路不是有一个弟子说，请老和尚帮他消业障，啊，那老和尚说好，结果过了好多天都没有消业障，没有跟他做什么动作，然后等他忘记的时候，突然间呢来骂这个弟子，啊，那个弟子呢，就很生气，想说师傅为什么无缘无故骂我，啊，很烦恼。 然后师傅说：“广经老和尚说，你不是叫我帮你消业障吗？他自己都忘记了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如果要把逆境当作消业障来想啊，所以这个叫观苦地，啊。再来两百零二页啊，第四行，复观无明集啊，中间说复观无明集啊，无量心作一切业。” 相续相连，极因，极因名为极地，啊，这个是极地，啊，那么下面再念一下说，说正见解脱空空自道心心名以至道道地、啊，然后尽有果报，尽有因清净一照体性妙智即灭一地，就是灭地，啊、那么苦地比较长，啊，苦地呢？ 就是我们三界的苦果啊，那么所以菩萨说这个三界苦果众生呢，不知道原因，也不知道缘起啊，所以讲的比较详细啦啊，那么简单就不离我们的身心啊，那么这里说复观无名集呢啊集就是无名啊，然后造业嘛哈、啊，无量心做一切业啊，就是因为无名 的关系，所以我们用无量的心念啊，他会做一切的业啊。就像前面说啊，不了解苦的因缘，然后以苦来更造这个苦啊。就像世间人说啊，借酒消愁，对不对？心里面烦恼愁，想用酒来麻醉啊，结果反而呢，酒驾更痛苦。 造了更多的麻烦啊，痛苦。所以呢，这个无量心做一切业，就是我们呢啊，因为无名，所以造一切业。相续相连，极因啊，相续不断，相连不断，极因名为极地啊。这个极因呢啊，极因就是我们苦果的因啊，叫做极因。我们说极地是世间因。 啊，苦地就是世间果，那么所以极因旁边写世间因呐，啊，或者是苦果的因，叫做极因呐，啊。好，我们再看这个极地，我们翻回来，啊，两百零八页第四行，啊，第五个字说二观极地者，无名即是极地，啊，谓以无量。 无知染污之心，前面说无量心，就是我们用这个无知的心，啊，无知就是无所明了，那么染污就是啊贪嗔痴这个自私自利的，啊无知就是指这个愚痴啦，都不知道，然后愚痴之后呢，又染污，就自己染着这个名利啊，啊或者是这个色身香味触这个染污心。 做一切有漏、善恶不动等业啊，善业就是人天，恶业就是三恶道啊。那么不动就是色界以上，叫做不动禅定，不动就是禅定。就是众生呢，因为用无知的心、染污的心，然后做这个有漏，有漏就是有烦恼的，有我执的。 啊，做这个善业，有我执的善业，所以生人天呐、啊。啊，如果没有我执的，才能成为功德。那么，或者是造这个恶业，啊，杀道云妄啊，这个十恶业，啊，然后不动就是禅定，啊，修这个禅定业，啊，那么这个所以叫做有漏的善恶不动的业，为六道相续相连之基因，啊。 天人呐、啊，欲界天就是善业，色界、无色界就是不动的禅定业，而、啊、如果是三恶道就是恶业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有漏善、不善、不动等业呢，为六道相续相连之极因啊。即此极因，真是苦因，更无一因，是名为极地也啊。就是说这一个。 无名造业的因呢，就是真正的痛苦的原因呢，没有其他的因了，啊，是名为极地也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业感缘起里面说，就是因为无名造业，就是真正痛苦的因啊，没有其他的异因了，啊，所以一般我们都会觉得说啊，别人给我们痛苦，我在这个地方觉得很烦恼。 很痛苦啊！那么如果我们用这个忍辱仙人，就是觉得说，割力王虽然割我，我也没有痛苦啊，啊，他心也没有受苦啊，啊，因为他不领受啊。前面就是说，因为我们有受，所以就会有苦啊，啊，有畜受爱取有，然后就会再生老死啊，这样子呢就会有苦。那么现在呢遇到境界，他不受。 啊，就没有苦了啊。然后这里说，这个无名，即就是真正的因，并没有其他的因呐、啊。所以因此呢，如果我们觉得苦，依照这里就是说，为什么会苦？就是因为有无名烦恼、造业，所以才苦啊，并不是别人给我们苦啊。所以像《金刚经》说，割地王拿刀来割。 忍辱仙人路的时候，他也没苦啊。那我们为什么会苦呢？因为我们有我相、人相嘛，所以才会有苦嘛。因为我们有受，所以才会有苦。如果不受，就不苦了啊。所以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受啊。所以并不是境界让我们有苦，或者是别人众生让我们有苦。 所以我们这个佛法里面常说起烦恼了，起烦恼啊，起烦恼就是说，实际上为什么会有苦，就是烦恼，自己烦恼啊，并没有了别人来让我们受苦啊。那么，所以这个叫做即此即因，真是苦因，更无一因啊。痛苦的因就是无名造业，没有其他的，是名为集地也。 啊，所以，我们佛法里面说，我们苦就是自己造的。哈，下面说相续者呢，啊，这个六道相续，哈，相续者前后不断，为无始至今常如轮转。哈，就是我们地狱鬼、畜生、人天的修罗这样子，前后不断，一段一段的分段生死，啊、呃，而前后不断，所以无始至今常如轮转。 啊，像轮子这样转动，一直不停啊。那么相连者呢，就是说一即一切，为六道因果根护牵连啊。相续就是不断，相连呢就是彼此贯通，叫、就、做、是、相连啊。这里说一即一切，一就是一道，就是一切道啊。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人间。 如果呢杀道因呢，那么呢这样子就变成地狱恶鬼畜生啊。我们在经论里面说，上品的杀道因呢，啊就是地狱；中品的啊就是呃恶鬼；下品的畜生啊，或者是中品畜生、下品呢这个恶鬼啊。也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们杀父杀母啊，那就是啊这个。 上品的，那么一定就是地狱啊。所以一即一切，就是说一道。我们现在如果不施行善啊，我们呢可能下辈子植物界还可以做人啊，修十善啊，可以升天啊。那么如果我们念佛，可以去极乐世界做菩萨啊。所以呢，一即一切，就是一道能够通于一切啊。那么地狱的众生呢？ 如果遇到佛的光照，他也能够升天啊，他也可以来做人啊，所以这个轨道啊，他如果业报尽了，也可以来做人啊，出生道啊，都会有变化。所以一即一切，就是一道通达一切啊，一个人道就能够通达一切，所以叫做相连啊，为六道因果更互牵连啊，就是六道因果。 根户牵连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人道，一个人呢，可以做将来变成地狱鬼畜生，啊，天人呢掉下来也变成猪啊，啊，对不对？变成非礼啊，变成畜生呐、啊，变成鬼道啊，那么鬼道也可以变啊，所以六道根户牵连啊。那么再来三观道地者啊，这个道地。 我们再看一下前面两百零二页啊，第五行中间哈、啊，说相续相连即因，即因名为即地啊。下面说正见解脱空空，自道心心名以自道道地啊，这个叫做道地。道地就是说由正见破烦恼啊，这个就很省略了。 因为没有正件前面有无名跟烦恼嘛，所以现在用正见破除烦恼，哈、啊，正见来破惑呢，然后得到这个解脱空空、啊，空空呢、啊，我把它解释成啊，因为呢，这里说正件解脱空空，然后自道心心名以自道道地，啊。 这个是道地。下面说尽有果报，尽有因，这是果报跟因都断尽，这个叫做灭地啊。那么，所以它的空也空果报跟空这个因啊。所以这里说正见解脱空空呢，好，我把它解释成呢，因为有正见破除烦恼，所以我们能够解脱极地解脱。 苦地，所以呢，因空果空，所以两个都空，叫空空。好，解脱极地，解脱苦地，所以呢，果也空，因也空。好，比如说我们呢，因为有正见，我们修道有正见，所以不再贪嗔痴造业，所以解脱这个吉啊，然后呢，不在三界受苦，所以解脱这个苦。啊。 所以呢，生死的因也空，生死的果也空，叫做空空，啊，所以叫做正见解脱空空，啊，自道心心，啊，明以自道道地，啊，我们再翻过来，啊，两百零八页，啊，倒数第二行，他说，啊，三观道地者，啊，古籍灭道的这个道地，啊。 说以正见破无名惑，啊，正见来破无名惑，则诸业解脱，果报空空，啊，诸业解脱，啊，果报，诸业呢就是集嘛，啊，业旁边写集，果报呢就是苦啊，集也空，苦也空，所以叫做空空，啊，所以说则诸业解脱，果报空空。 诸业就是前面讲极地，然后果报就是苦地。那么现在呢，因为有正见破无明烦恼了，无明惑之后，所以呢，这个极地极也解脱啊，那么苦也解脱，所以呢，极也空，苦也空，所以叫做空空啊，才会讲两个空啦。啊，极也空，苦也空。 啊，因为世间就是极地跟苦地嘛。现在造业的极也空啊，生死的苦也空，所以叫做空空啊。下面说，唯有自道心心现前，名以自道道地啊。那么智慧现前，叫做自道心心现前，名以自道道地。下面说道地虽多，智慧为首啊。道地就是。 三十七道品，好道地有很多啦。我们简单说三十七道品，就是四念处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、八圣道分，啊，所以说道地很多了。道地虽多，啊，智慧为首。就三十七道品呢，虽然有啊，比如说我们四念处。 就是观身不净啊，观受是故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对不对？是正寝，就是断乐修善啊。是如一主，啊，就是修啊这个神通。那么五根啊，信定会、尽、啊、念、定、慧啊等等呢。三十七道品虽然很多，但是以智慧为首啊。自道心心有眼心心自道也啊，就是心心都是啊。 在这个智慧之道，啊，就是心心之道。那么这个是道地，啊，再来第四呢，观灭地者，啊，观灭地，我们再看一下前面啊，两百呃零二页倒数第五行，啊，说明以至道道地，在这边是道地，啊，再来说，啊，尽有果报，尽有因。 心境一照，体性妙智，即灭一地。啊，这个叫做灭地。啊，我们再翻回来，啊，两百零九页，第一行下面说，第四呢，观灭地。啊，就是苦即灭道。啊，苦地就是苦苦行苦坏苦。啊，那么极地就是无名啊，造业。那么道地呢，就是。 这个智慧断烦恼，所以呢也没有这个烦恼造业的因，也没有生死的果啊、哦。那么现在是讲灭地，是呢观灭地者啊、哦，什么叫做灭呢？灭旁边写极灭啊、哦，就是生死已经灭了啊、哦，生死断尽叫做灭啊、哦，所以灭地呢。 尽诸有之果报，尽诸有之声音啊，就是断尽诸有，就是三有啊，三界三界的果报，那么又断尽三界的因啊。当然有有分啊、呃，三界啦，或者是三有，我们是说我们四生九有啊，或者是说二十五有，都是属于有。简单就是说三界内。 地狱恶鬼畜生呐、啊，乃至呢四天王天、刀立天，乃至这个色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啊，到非想非非想处，它的果报也尽，它的因也尽。然后呢，唯是清净一照之体性妙智，名为极灭一地啊。这些果报也尽，因也尽。 只有一个清净一照的体性妙智，这一个呢叫做极灭一地啊，简单就是灭地啦，极灭一地叫做灭地啊，灭地就是极灭，那么一地呢就是一实相啊，就是一地，或者是我们说第一地啊，或者是一实相啊，那么生的因也尽啊，那么果报也尽。 那么，所以证得这个即灭的这个一实相啊，下面就是解释了、啊、清净一照体性妙智啊。他说：“言体性妙智者，本来具足之不动智也啊。”那么，意识正德的这个体性妙智，就是众生自己呢本来具足的这个不动的智慧，不动就是不改变了啊。 本来具足，就是说，现在在地狱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在恶鬼也有，在畜生也有，从来不曾改变，从来没有变化变动啊。那么到这个的时候，能够证得那一个本来具足的那个不动的智慧啊，所以叫做体性妙智。 所谓的体性，就是说我们众生的自体呢，自性啊，就像六祖坛经里面说，这个菩提自信啊，本来清净啊，但用此心直了成佛。这个菩提自信呢，菩提就是智慧，那么这个体性妙智就是自信的波若智慧呢，它是本来不动，本来具足，本来清净。 所以叫做体性妙智啊，就是我们灭地的时候，就是体性妙智。体性妙智就是本来不动的啊，本来具足的，本来不动的，本来不生灭的啊，不会在六道里面轮转就失去啊，不会因为呢啊人天往返呢就变化，所以叫做不动啊。然后下面说清净就是解脱的。 一兆是般若的体性，是法身的啊，所以叫做清净一兆体性啊，也就是说三德都有了啊，所以我们涅盘有三德啊，我们说三德涅盘，涅盘就是有法身的、般若的跟解脱的啊，那么这里清净就是没有生死的烦恼，叫、就、做、是、解脱的，一兆就是般若的。 就是平等的智慧观照，啊，叫做一照，一就是平等，没差别的，啊，我们说不二法门，入不二就是平等一照，啊，就是不二的，啊，那么体性是法身的，啊，人人本质具足，啊，那么这个叫做心净一照，体性妙智，啊，那么这个叫做呃灭地。 啊，灭地。那么下面说呢，啊，下面这个是另外一个意思，我们下次再解释啊。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边啊。